各位好，今天是2023年7月24日星期一，请关注胡志明市电视台中午版新闻。南粤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伟南品牌荣获2023年全球优秀品牌奖。南粤是一家饮料制造公司，供应越南国内市场，并将其分销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2021年，公司产品获得供应链安全 SCS 认证，正式出现在美国领先零售商沃尔玛、亚马逊系统中，确认了业务能力，收入同比增长44%。目前，南粤拥有5家工厂，生产果汁、营养饮料和植物源乳制品，产能为每天172万5000升。韦纳、Joy 和周周娜为3个品牌受知识产权保护，